自动记录梦境的软件，不切实际。哎，脑溢系统，语音控制的人工手机机器人，已经有人做过了。哈，脑溢系统。雨啊，你干嘛呢？你能不能专心一点啊？设计情侣装呀。嗯。你有暗恋的人了？你才有暗恋的人呢。我只有在设计的时候才能够激发出我的灵感。哦，挺好看的啊。嗯，给我也设计一个呗。你有没有女朋友？设计完就有了嘛。设计个什么好呢？星座怎么样？不是这样，我们可以设计一款帮助人类抉择的软件。举个例子啊，马福音配合一下。哦，他边看老虎边玩手机，啪叽一声，手机掉笼子里边。他正在纠结于是拿左手捡呢，还是拿右手捡的时候，软件给了他答案，让林大卫去捡。我一个大嘴巴子抽死你！手机都掉笼子里面了，他怎么帮猫做抉择呀？大大，你的这个比喻也太残酷了吧？我觉得还是脑溢系统比较好。脑溢系统。总之，衣服帮我设计一下啊！我要双鱼座跟摩羯座的。放心吧，我在这个网站上面已经设计过很多件了。脑溢系统啊，鱼啊！大卫小报，今日头条。梅斯特的莉莉收到神秘人士赠送的玫瑰，截至本刊发稿，他已经收到玫瑰18束，巧克力9盒，保守估计，暗恋他的人至少在5人次以上。那 Daisy 岂不是输了？听说有一个他的追求者，不停地送给他礼物，已经消失了好几个月了。哇哦！为什么梅斯特的八卦你们都这么了如指掌呢？朋友圈呀，匿名投稿呀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莉莉被这么多人追，肯定是因为她新买了自拍神器。长相决定命运，相机决定前途。定。为什么你都有他们的朋友圈呢？对啊，干脆这样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手机暗恋排行 app， 把这些女孩上传到朋友圈的照片，通通上传到网上去，得票最多的人就是赢家。啊，主观意识能动性。对啊，如果我喜欢这个人，不管这个人长成什么样，他就是美的。可是这个人再美，只要我不喜欢，这个人就是不漂亮的。所以啊，这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们有没有闻到钱的味道？男孩把喜欢的女孩的照片上传到网上去，谁的最多，谁就是赢家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女神的照片是以量取胜，而不是以质取胜？当然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孩，只有不努力的男朋友。以量取胜，谁的量最大，谁就是女神中的女神。哎，我觉得这事儿靠谱啊。哎，那你们觉得应该给这个软件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情人眼里出西施啊。哎，我说，这个钱到底是什么味道？耶！以上就是这个月你要参加的所有活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跟我们合作的品牌现在开始拓展护肤品业务了，这是他们送你的产品。嗯，专为30岁女性设计的，可以帮你弹走鱼尾纹呢。我有鱼尾纹吗？这很正常嘛，毕竟年纪到了呗。你是在说我老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护肤品这种东西吧，没有的时候擦一擦可以预防，有的嘛正好可以用一用。你留着自己用吧，我不需要。可是，这是专门为30岁性女性。Vivian， 你有空在这里研究我的年纪和我的细纹，你不如先把你手头的工作做好。安总说的对，安总说的赞。安总说的棒棒棒。细纹，真的有细纹。
Hello， 泡茶呀？对呀、啊，安总每天都要喝。胡闹！泡茶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了，怎么能麻烦你来做？我来就好了。哎，你们这儿装修的挺不错的哈、嗯，你看这文艺小清新、高端上档次，装修得花好多钱吧？不花钱啊？你喝大益茶，买够一定数量呢，他就会送你一个这样的装修，免费的哦。哟，这么好的事儿啊？那回头给我餐厅也搞一个呗。Vivian，、嗯、其实我觉得以后呢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们俩之间不分彼此。啊，我好像跟你不是很熟吧？我还是不要占你的便宜吧。哎 ，Vivian， 聊聊不就熟了吗 ？Vivian， 奥斯卡王，作为你的好兄弟，有一个绝佳的赚钱机会，我怎么能把你忘了呢？什么？有一个暗恋软件，我们可以上传自己心仪女孩的照片在上面，排名每日更新一次，冠军女孩即可获得当日的暗恋女神称号。还可以获得一次猜猜看到底是谁在暗恋他的机会哦。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是想让你帮我推广内测呀，从奥斯卡餐厅开始。那我的好处呢？是这样的，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次特别好的宣传。下载软件免费用餐，使用软件餐费八折，你只需要提供免费的酸奶就好了，不要太合适啊。我不需要任何宣传，我的餐厅也不会提供任何免费的东西。奥斯卡王，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。你设想一下，如果说薇文在一款暗恋软件里面发现了自己的照片，并得知自己是当日的暗恋女神，而为她加冕的正是你奥斯卡王，那么你表白的成功几率不要太高。打住，杨朵朵。不要拿 Vivian 来用我，我还有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的餐厅不需要任何宣传，它在行业内口碑极佳，而且在点评网上也是好评不断。差评啊！谢谢。来，小心啊！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小心啊！啊，好的，谢谢。你干什么呢？有没有兴趣吃一个月免费午餐呢？哟，你敢主动找我帮忙啊？看来这件事至少得吃一年的免费午餐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呢，林大卫，像你这样不要脸的货色，真的是人间奇葩，天下一绝呀！哥哥，客气了，彼此彼此啊！来，说事儿吧。是这样的啊，有人呢在点评网给我的餐厅点了差评，说我的菜做的特别难吃，哎，我就不开心了。所以啊，我想让你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。哟，这我怎么找啊？大海捞针啊！放心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呢已经调取了评论日期当天的监控录像，录像显示当天来我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整个园区的人，所以换言之，这个人就在我们认识的人里。怪不得你会拿免费的酸奶跟我们公司合作，你是为了方便调查呀，奥斯卡王，你好卑鄙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决定兵分两路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好啊，我答应你，兵分两路。不过接下来这一个月的饭，我每一顿里都要有海鲜。嘿嘿，越说你不要脸，你还越是变本加厉、明目张胆的不要脸，真的是佩服佩服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是啊，真讨厌！你说就这么把我的照片放上去，多容易暴露我隐私啊！哎，我给你看啊，还是偷的我朋友圈的照片。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我们两个都认识啊？有人暗恋了不起啊？暗恋我的人还不稀得用这个软件呢？
的人都死哪儿去了？还不碰照片？哎呀，很有可能是他呀！这两天一直给我的朋友圈点赞。他也有可能，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买的单哦。哎呀，这个也有可能，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面，可是他看我的眼神真的很特别。你想太多了吧？集合！上班时间，一个个都拿着手机干嘛？安总，有一款特别好玩的手机软件已经火到爆炸了，整间公司都在玩。要不要我给你下一个？手机在哪？在哪？别别啊！我不感兴趣。哎呀，安总很好玩的。都给我把手机收起来，回去干活。哦。什么乱七八糟！学姐，我看你朋友圈什么都没有啊，是不是把我屏蔽了？我从来就不发。哦，不发朋友圈，也不玩微博，你从来都不会自拍上传网络的吗？社交网络本来就是浪费时间，我长什么样子我心里清楚。是是是，我自然知道学姐是最漂亮的那一个。不过，越是好的东西越应该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嘛。你看这儿。够高端，够洋气，不如我们自拍一张吧。看这儿，你笑一个呀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又没有高兴的事情。你看起来倒是挺高兴的。高兴的事情有很多嘛，比如说良辰美景，就咱们两个人，这还不够高兴吗？再说了，那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呢。你是在说我老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笑一笑更漂亮。你是说我不笑很难看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。反正我都三十岁了，就这个样子了，笑与不笑，招不招人喜欢。我都不在乎。安敏平时是爱绷着个脸，但是今天这个脾气格外大呀，是不是怕没有人暗恋得不到第一啊？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， 魔镜魔镜，你告诉我，谁才是暗恋排行榜的第一名？对不起，我说实话怕伤害到你。哎哎哎，谁是第一名？你告诉我，你信不信？锤锤锤死你！我要你告诉我，谁才是暗恋排行榜的第一名？这当然是您了，殿下，您才是暗恋排行榜的第一名。哎呀，人家也知道我是第一名了，我才是暗恋排行榜的冠军呢。安敏，你放心，只要我杨豆豆在，第一不可能是别人。呸呀！你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反光呢，看得见你。啊，那个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借你手机用一下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哦，哎，不是。你怎么没有点评网的 APP 啊？原来了以后我就不在外面吃饭了，所以这个软件我已经卸载了。漂亮，旗开得胜，立刻就排除了一个。排除什么啊？没什么，你继续弄你的电脑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鱼啊，嗯，唱歌可以，别出声行吗？鱼啊，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干什么去到这儿了吧？哇哒哒嘞！我平时就很开心呐。你平时可不这样的，你平时都是撅着嘴在那生气，坐在办公室里面。
最近一次开心，我记得是你早上买蛋饼的时候，那个老板给你多加了一个蛋，还没收你钱。今天就是单纯的很开心。哟，于洋，按照你的说法，你的开心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了。懒得跟你说，我开心是因为有人在软件里面上传了我的照片。什么？有人暗恋你？完了完了，我的软件肯定有 bug。于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疑，看来我很有必要检查一下你的手机啊！来，手机拿给我。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啊？你们不拿我当宝，还不允许有别人喜欢我了？哎，我跟他登录了后台，发现这些照片都是你朋友圈以前发过的。难道暗恋我的人是我认识的？于洋，作弊可不好啊！谁作弊了？你不信自己看。点评网干什么？那个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，就要看他在点评网里面的评论。打比方说，奥斯卡餐厅的饭菜是全世界公认最难吃的，所以每个人都会给他差评，你也不例外。所以鱼啊，你肯定会给他一个好评。鱼啊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奥斯卡餐厅的饭是难吃，我也很想给差评。可是每一次我看到奥斯卡王那张极度难看的脸，我就动了恻隐之心。我觉得上天已经抛弃了他，如果我不让他感觉到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的话，那他的一生真的是一场悲剧啊。我觉得你说的对啊，我们以后确实应该对奥斯卡王好一点。哎，什么悲剧？我觉得暗恋于燕那个人才是悲剧。马福云，你刺激不了我，有人喜欢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连于亚都有人喜欢，我觉得这世道真是变了。哎，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道里面，真的是我的悲哀。安总，我给你的眼霜你用了吗？你这去哪儿啊？你现在有没有安排的？我有私事要办。要不要司机送你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开车。那要不要我陪着你？工作上的事我都交代完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办就行了。怎么还跟着我呀？我去趟洗手间。去啊。洗手间就是这个方向啊。憋着，不许去。学姐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拍到你的美照，助你一臂之力拿到第一名。有没有搞错？我穿成这样你都能认出我？你穿成怎样都掩饰不住你的帅啊！掩护我。马浮云没有装点评网的 APP， 于亚给了我好评，而杨豆豆又是第一个指出我差评的人。从逻辑上来说，罪犯应该不是他。这么说来，那个给我差评的坏人就是美斯特的人。我觉得你的分析太到位了，哎，所以我的任务完成了啊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啊。你等会儿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是你说兵分两路了呀？我当然调查我们公司的人，美斯特的人自然交给你了。三歪才有几个人啊？啊？你在三歪公司随便看几眼手机就要蹭我一个月的饭啊？哎，不是说好两个月的吗？怪怪你个彪彪啊！你少给我耍无赖，林大威！我说的是一个月。还有，这件事儿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一个米粒儿我也不会给你。哼，行啊。那看来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在点评网上再给你的餐厅多一个差评了。哎，大老爷们有事说事啊，别整天像个女人似的哭哭唧唧。我觉得我命苦。命苦有吗？出生的时候啊，我就比同龄的孩子长得丑，我妈就安慰我说，宝啊，咱不怕啊，过了十岁啊咱就长开了。可没想到后来我越长越丑，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。然后同龄的男孩不愿意跟我玩，女孩见到我就躲，小孩见到我哭，小狗见到我尿。我要不是凭着一颗强大内心，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
现在好不容易开了这么一间餐厅，我以为这辈子不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儿了，没想到，想到现在还有人给我差评。你别难受了，兄弟，你放心吧，我林大卫一定帮你查水落石出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好兄弟，谢谢，不用客气。往后三个月的伙食，拜托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，全市最……哎，大姐，做美容吗？全市最低价，只要2888。大姐。我看着很像大姐吗？我看着年纪很大吗？我看着很像美容吗？哎呀，大姐做美容不分年龄大小啊，这种心态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我心态一直就很好，能便宜点吗？大姐已经是全市最低价了，白送的只要2888呀。2888？你以为就你一家做美容啊？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大姐，哎，美女，做美容吗？哎，瞧一瞧，看啊！哎，哥们儿。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吧。啊，你说。大姐，大姐，刚才我请示了一下我们领导，他说可以免费给你做一次护理啊。真的？真的。给我看一看，打上面电话预约就可以了吧？很可爱。不能笑，我不能笑，笑就会有戏了。谢谢啊。为什么不能笑啊？为什么不能笑啊？你告诉我啊！暗恋我的人都哪儿去了？有些事情啊是勉强不来的。天哪，天哪，老天开眼了！我涨了20几个粉丝。20几个，真的好多呀！哇 ，Daisy， 真的呀！来，你让我看一看。别碰我手机。别这样 ，Daisy， 干嘛那么小气呢？我只是想分享你的喜悦。Hello, Pretty。哎，我们很开心啊。哎，弟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餐厅啊，现在推出了所有的新品呢，都在这个点评网上。你想不想看？今晚上想吃什么呀？你不要挡着我，挡着信号了。哎呀，我不要打电话。弟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今天啊，餐厅有免费的甜品赠送啊，买一送二十，烦死了，而且买甜品送鲍鱼哦。啊！你把我的软件给我删了。哎呀，才刚刚有了20几个暗恋的人，就被淘汰了。太可惜了，林大卫，我跟你拼了！林大卫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就算你喜欢 Daisy， 你也不可以剥夺她被人暗恋的权利啊！林大卫，你选我？没错 ，Daisy， 选的已经无法自拔了。人家不要了，你长得那么丑，人家就不要你选我。弟，千万别想，事关重大，赶紧报警。哎呀，你停用警务手机，快还给我！想到你居然连弟弟都不放过，手机还给我！哪那么多废话，赶紧报警！哎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为什么你们要上点评网报警啊？我们。为什么报警还要搜索奥斯卡餐厅？废话，当然要搜了。警察叔叔那么忙，在百忙之中过来出警，我们一定要在奥斯卡餐厅给他们点两道好菜，去慰劳他们呀。乖乖，李克彪彪，胡说八道也能这么理直气壮，我真的没有选择人。你怎么样才能拍到安敏微笑的照片？这么多偷拍于亚的照片，难道真的有人暗恋于亚吗？这审美有问题。马服员，统计结果出来了吗？哦，统计结果呢，在这里面还有用户的评论。哎，
出戏时首日的投票结果，第三名是丽丽。不好意思了 ，Daisy， 头两名还不知道是谁。没理由啊！所有人的手机都看过了，怎么会没有那条差评呢？奇怪，不就奇怪在这个地方吗？哎，会不会是有一个顾客吃完饭之后回家拉了一个礼拜的肚子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发了那条差评？哎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仅仅调取差评当天的监控录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那条差评里提到的菜就是当天我的餐厅才推出的新品。所以一定就是当天发的，那就奇怪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的餐厅太差了，点评网的系统呢自动生成了一条差评。滚！还以为你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呢？那能说那废话，狗嘴里本来就吐不出象牙。去去去去，说点正经的，你赶快帮我想想，咱们还有谁的手机没有查过？你让我想想啊，我们公司的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，我都看过了，不是他们。美斯特这边呢是你去检查的，哎，不会是安敏吧？用户023号，莉莉五官端正，双眸有神，上扬的嘴角透露出她的甜美与自信，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。不可能啊！你忘了，人家第一次去我餐厅的时候就挨个把我所有的菜骂了。按他那种人的性格，他要是想发差评的话，他早就发了。那也对啊。就怪了，到底会是谁啊？是啊，会是谁？在某一瞬间，让人想到了《浪漫满屋》中的宋慧乔。谢谢啦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宣布第二名。哎，哪？你干什么？你怀疑我啊？哎呀，怪怪，你个彪彪林大卫，你手机里装的还全是聊天的 app， 而且市面上所有的聊天 app 你都有啊。我寂寞不行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首日的投票结果第二名是，没错，他就是 Vivian。耶！彪彪啊 ，Vivian 得了第二名 ，Vivian 得了第二名，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是我怪怪你个彪彪，奥斯卡王。我一天都忙成这样了，你哪有时间偷拍薇薇安呀？你不懂，时间就像那个，挤挤总会有。滚滚滚滚滚！真是的，薇薇安那个死样子都能排第二，第一名该不会是于亚吧？等等，薇薇安，我吗？哇塞！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不施粉黛却沁人心魄。Vivian， 我想和你演一出《魂断蓝桥》。暗恋我的人这么有才华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过什么《魂断蓝桥》。是《魂断蓝桥》。管他呢！耶！我要第二名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，让我们来宣布第一名。第一名就是邓莎。为什么是邓莎？真的不想当什么第一名哎，天天被男人暗恋的这种感觉，真的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你永远都不要好了。莎莎。傻傻傻傻傻傻傻，你别担心，在我心里啊，你永远都是第一。傻傻傻傻笑啊！别动啊！哎，杨豆豆，你没有仔细看过你的软件吗？我才是第一名啊！我的存在给你们带来了多少用户啊？我没有向你们收广告费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你居然还不拍我！错吧！哇，终于有人看你的车了，真的！哎，
当第一名还真是烦恼。反正你们这些平凡人也不会理解我这种心情，干脆给我颁个终身成就奖什么的，反正我永远都会是排行榜第一名。哟呼！我闻到了嫉妒的味道，好香啊！嗯，你在干啥？这是什么？杨豆豆，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用户三七八，原来美女可以丑得这么无边无际。用户1477，有没有搞错？这是邓莎吗？这是毁了容的邓莎吧？用户1477，哎，我们有1000多个用户了。是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邓莎就要名扬四海了哟。你赶紧把刷刷给我删了。那不行，我们是不能修改影响排行榜结果的数据的。再说了，既然有人发这样的照片，就说明有人喜欢这样的你啊。可是你又不喜欢我，杨豆豆，你是不喜欢我吧？喜欢也没用，你空有富二代的名字，没有富二代的钱呢。我喜欢你啊，我喜欢这样的你，丑爆了的你。所以说马飞云千万不要修改数据啊。嗯，放心吧杨豆豆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诱惑，我什么都可以抵御。嗯，马福云，哎呀，马福云，我答应你，跟你约会一次，好不好呀？嗯，豆豆，我们可以删照片吗？就一次。莎莎，不删照片可以约会吗？就一次。别再说了，我们家 Vivian 不可能给我差评，是真的。昨天我去美斯特的时候，就他不在，所以我唯一漏掉的人就是他。那我也不信，我们家 Vivian 人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？哎，不是我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？什么犟啊？我这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给他手机拍照片了。什么照片？给你自己看。什么看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得履行你的承诺啊！4个月的午餐。林大卫，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再帮我最后一个忙？什么？你能不能帮我把 Vivian 手机里的那条差评给删掉啊？哎，这种小事你自己去找他就行了呀。Vivian 人那么好，他肯定不会拒绝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吃饭啊？哎，哎，于亚。来，怎么啦？哎，太奇怪了吧！我刚才登录了这个软件的后台，我发现又有人上传你的照片了。啊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早就把这个软件给删了。你就不奇怪这个暗恋你的人是谁吗？我？啊？反正我最近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再说办公室恋情，我还是算了。呀，办公室恋情，哼，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应该没有人喜欢你。哇哒哒雷，那是因为有眼光的男人都不在这间办公室。哎，雨啊，盲目的自信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哎呀，我就很好奇，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不跟随大部队的脚步上传一点你的丑照呢？为什么要上传丑照啊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嗯，自从邓莎的丑照被上传之后，所有的女生都开始疯狂的上传别人的丑照。哎，我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我知道了，啊，女人一旦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就会开始嫉妒对方。No！ 嗯，算了，我也要夸你。
死的。是你那么美，走了，脸已经僵了，隐形眼镜也有点干了。如果眨眼的一瞬间被拍下来的话，不管怎么样都会是张丑照啊。邓莎，你要挺住啊，你可是法国回来的设计师，绝对不能输。莎莎，安总说你这幅图画得很差，需要你修改一下，他已经给你标注好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可以可以。斑马，不要睡着了，再让我看看你手上的尾巴。我不想去碰你伤口的疤，我只想掀开你的头发。Vivian， 嗯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什么什么？哥，你不用生气。Vivian， 你为什么给他差评啊？名字是什么？不是，你干嘛这样说话呀？因为我跟他第一，当然要把敌人推向神坛了。天啊 ，Vivian， 看不出来啊，你外表柔弱，内心这么黑暗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给我差评？因为你的菜很难吃。我觉得还行啊。对呀，都合我的胃口啊。不。那每个人口味本来就不一样嘛。你把我差评给我删了。能，我可以昧着良心。这么点忙都不肯帮我，亏我凭什么喜欢你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喜欢我？我其实我不再这样的，我不玩了。哎，行行行，你们别拍了，不就一条差评吗？没事，哥，我帮你删了，删。不了不了，删不了。什么删不了？我们说好吗？林大卫，删。不是你自己看的？什么自己看的？删。啊！这么一夜之间多了50多条差评啊！还这么有名有姓啊？邓莎啊 ，Lily、Daisy、Cherry、悠悠。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差评？差评！为什么要给我差评啊？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差评啊？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差评啊？还有你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差评啊？为什么要给我差评啊？还有你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差评？你说话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，你为什么给我差评？你们谁啊？邓莎、Vivian、Lily、Daisy。哦，你们找杨豆豆是吧？豆豆呢，要么就是在安敏那儿，要么就是在找安敏的路上，要么就是从安敏那儿被赶回来的路上。代表我们全体女生，跟你们这个破软件的破设计师谈判。嗯。破软件？你说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吧？还情人眼里出西施？你看这个软件都成什么样子了，还暗恋软件。自从杨豆豆把我那张丑照抛到网上那一瞬间，我看应该改名叫看谁丑的别出心存软件了吧。莎莎别着急，我给你举个例子。苍啷啷啷啷啷啷啷，什么呀？得意凹刀，这把刀如果放在一个医生的手里，它就是治人的工具，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杀手的手里，它就是砍人的工具。我问你，什么样的结果跟这把刀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我的这个软件跟这把刀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们不会用它呀。那好，我们各退一步，你呢现在回去把我们的丑照全部都删掉，然后重新统计排行榜数据。莎莎，你已经在暗恋排行榜排名第一了，你不开心吗？我排行榜第一位的照片是这张，可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真的受够了每天被人偷拍的这种感觉，你赶紧给我删了！你删不删？删不删？删不删？不删。啊！没想到我的软件可以引起生理上的反应。马飞，你听着，美丽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是一种毒药，会上瘾的。常化妆的女生
就算偶尔素颜出门，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。嗯，可见美丽对于我们的自信有多重要。嗯，我知道我是很漂亮了，可是他们怎么办呢？你说谁呢？想漂亮，想变美，想有人追，难道就是我们爱慕虚荣吗？我们是因为不甘心，不甘心命运的安排，背着平凡的行囊，碌碌无为的走过一生。你说，刀是没有属性的，可我们才是拿着刀的刽子手。你居然坐在这里嘲笑我们的丑照，你知道我们会杀人，还把刀放在我们手里的你，岂不是更丑陋吗？听君席话，震撼的想哭。莎莎，能不能多骂我一会儿？信息量太大了，都没听楚说的是什么呀。归零，归零。运动时装成的样子觉得好帅，镜子前拉一下领带看上去好酷，掏出信用卡随便去刷刷，一定认为很脏，把家遗忘。可即使是这样，可即使是这样，可即使是这样，归零，归零，装出成熟样子，超有男子气概。我化身为艺术家，太有神秘感。我假装热门段子手，朋友圈的人气王，真的特别幽默，技巧加10000啊！可即使是这样，可即使是这样，可即使是这样，还是迷迷糊糊。哎，归零。